燃烧了翅膀，我扫了天堂，你的目光路在长无悔时光。荆棘里的花冰冻沉睡的枝桠，月光下倔强挣扎，在沉默的风沙，失去泪和伤，告别风霜，潮湿土壤，难道结局难讲就放弃吗？荣耀的地方，新的向往，散落某个远方，被嘲笑的宽广，渺小的力量，终不忘年少一场，燃烧十集，荣耀的战士组。哼，又是你们两个手下败将。哼，这次还有。笨笨家，一会儿你就后悔了。哼，有这个家伙在，我们赢定了。这场战斗千万要小心。出来吧，奥音。一个都别放过。去吧。来吧，组，战斗的时刻到了。让那个大青蛙也看看我们的厉害。交给我吧。
奥音的眼睛非常厉害，移动速度越快，他反而看得越清楚。虽然奥音看得清楚，但玄铁蛇快不过足。足，再快一点，大青蛙就快招架不住了。好。的战斗经验让祖的图腾之力明显提升，即使奥音的势力可以看清祖的招式，但也无法抗衡陌刀的力量。小爱，是时候用上那只魔化兽来帮助奥音了。魔化兽，听我命令。这下看你们怎么办。哪来这么大的雾？不好，是被魔化的阿布。阿布，你在哪儿？阿布，乌罗，我看不到你。小心，别害怕，我保护你。祖，你还好吗？雾太大，我无法锁定奥音的位置。势力太强大，这样对我们很不利。那是当然，奥音的眼睛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准确锁定敌人的位置。祖，任你速度再快，陌刀再强，你能突破这些浓雾吗？你错了，精益的刀法是在心中，真正的战士并不需要眼睛。雾气太重，看和不看结果是一样的，不如只通过听力捕捉风的流动来感知奥音的方向。放雾了，不要变成坏孩子。哦，把魔化符擦掉就好了。阿布，我帮你擦掉魔化符。小鱼丸，这样是没用的。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不该留下阿布。